今天我们来玩个锤子拼图，如何将这第四把锤子也放进盘子呢？要保证它们不叠在一起。来看看拼图的形状，这四把锤子是相同的，没有区别。在没找到规律之前，只有不断的尝试。这样横着放也差不多了，只有这里多出来一点，应该可以调整。不行，横着放可以排除了，再来试试其他方法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经典的对称拼法，中心对称。